阿尼玛卿山位于中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境内，主峰玛沁岗日海拔6282米。阿尼玛卿山和云南梅里雪山、西藏冈仁波齐、嘎朵觉沃并称为藏传佛教的四大神山。本片展示给大家的主要是阿尼玛卿山的山路风光。阿尼玛卿山雪峰众多，共有冰川40多条，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阿尼玛卿山路壮阔美丽的草甸草场。盛夏时节，阿尼玛卿山是欣赏立体气候变化的极佳之地。从海拔6200多米一直下降到海拔3000多米的山体植被变化，同时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仿佛巨幅图画一般，令人震撼，令人为之倾倒。山体海拔3200米到3600米，生长着山地针叶林；海拔3600米到4000米是亚高山灌木丛草甸；4000米到4700米为高山草甸；4700米往上是赤裸裸的彩色山岩；再往上就是白雪皑皑的山峦和庄严雄峻的雪峰。从德令哈到马尔康的德玛高速公路一直沿着阿尼玛卿山路纵贯果洛州，因此欣赏阿尼玛卿山的雄伟秀丽风光是很方便的。